返回上一页。F00002101JPG 资讯。县市澎湖县。类别建筑。行程日期或启程。全年。行程地址湖西乡白坑村一号。行程属性宏伟地标澎湖地区首座奉祀玉皇大帝宫庙。简介澎湖白坑玉圣殿。严格玉圣殿坐落湖西乡白坑村，主祀神祇玉皇大帝。据当地耆老口述，本村居民来自荆门，最早只有八户人家，迁徙前家乡奉祀五府王爷。清顺治年间，遂由家乡请假来镇右村庄。最初为王爷庙，主祀李府、五府二位王爷。民国39年设善堂，堂名文善堂，并奉祀高琼玄大帝。民国58年雕塑金身，御旨赐名玉圣殿。特色：澎湖地区首座奉祀玉皇大帝宫庙，于清顺治年间建庙，迄今300余年，其间历经4次修建。民国93年重建为609.86平方公尺，占地面积184.48平，坐西北西朝东南东之宏伟建筑，为湖西乡首座天井式庙宇建筑。投我一票。返回上一页。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、县市政府提供。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, Taiwan,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。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。最佳浏览状态为 IE 9.0 以上，为最佳 Firefox 4.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。网站浏览人次325025638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